小弟，你听我，我来听你，阿飘都敢会当机。我听到你爱我，对不对？谢谢，谢谢。你是爱我较济吧？啊，拍手拍手，朱大哥、雅兰姐，欢迎江国斌哈、啊，欢迎郑大哥。哎呀，你俩叫大哥。你做好大，敢唱歌。拄啊，我唱了，无感觉唱片界又注入了一股新生命吗？哎，今天是有啉酒呢。无啊，我很诚恳地讲诶。人足有勇气。足有勇气将这块歌唱到煞，你面腔你爱变一下，你爱你，我甲你讲，你出去去用亲情牵住。我用感情另外句咧，你问我，我唱了好听无？我就看。啊，这种动情的破歌声啦。无什么动情，你是要唱下里面。啊，恁两个无共情，也无共戏咯，对不？啊，你是那个也是的，你是介意多一点？无啊，我第一看到伊，甲看到我两个，就虽然分别出来，差别伫咧倒位啊。我较缘投，我较缘投，伊较差我一丝。对啊，伊较缘投，伊头张张缘投啦。江国斌甲日伟在做伙，就是爽的是安尼啦。好安尼。就是讲安尼落去，迄个吼乌白才有分明安尼。不过你这你足爱甲孔强啊斗阵。哦，我足爱甲伊遐做伙，袂赢伊坐咧。你即摆，你即摆想派人演很济啊？奈，你即摆要求的艺术，想要搁演一个啥物戏？我感觉演一个同性恋呐，啊，有挑战性无？有哦，有啦吼，有啊，大声，有啊，啊。哎，啊，咁侬无导演要经历演这种角色？因为伊一看我就感觉我无型啊。马景，我按小主王给你机会。啊真？对，我绝对找一个对手，你该演。孔强啊！伊要人演，伊绝对爱甲男主角演嘛，安尼人唔知要看。完成你的心愿。你那边阿未演啊，我就咧上啊。五四三二一 ，Action！ 朱哥哥，其实我也无你欣赏你足久足久的。不过大家拢感觉我真有查甫型的气概，所以我伫歹势对你表白。你敢知我上介意你啥？介意啥？我上介意你这副头像，因为我的妈子的，伊都无才调留这个头像。孔强老师嘛无法度，我希望你当我一遍机会，让我，让我，让我。我李总，孟家头场子，是安尼尔啦。哦，伊安尼还够好嘞，还够有一个查甫囝生长嘞。我是足烦恼迄种的。我足烦恼的啊，迄就对啊。我就是要叫你甲创治，什么应该有男人气气概。好啊好啊。无啦，我惊，无啦。因为你香港演呐，你我是香港，看你拢演了做一种较性格歹人，对不对？洗了一堆面角，目睭晒到拢作水。香港你拄只安尼，哎，我真会惊呢。郑志伟啊，哎呦，啊你戏嘛演这久啊？你爱演什么角色？你我感觉我演以前哦，演戏界话拢真的目睭拢较模糊啦，意外。无无，嘿，叫烟斗，像我这种叫烟斗，叫性格。你是讲我打几刀呢？其实我的外表算烟斗的，对吧？嗯，对啊。因为我一直要挑战一种角色。什么角色？我逐天拢在想，但是一直无机会。但我今日来利用大家吃，我感觉我一定爱好爱演这种角色。像，哦，诶，就是小心我啦，买输烧酒嘞，对啦，烧酒嘞都，不是啦，感情戏啦，垃圾，垃圾，垃圾，这来啦，来啦，你，无啦，朱大哥安尼无礼貌啦，伊是要爱女主角，对，啊你是女主角呢，你袂使报仇啊，我拄只叫张国斌拍死你，爱只垃圾名个垃圾，啊无你叫一个假憨，姐姐。姐姐，你嘛捌甲人拉过啊？我是唔捌啦，我爱袂嫁啦，拜托，等你干咩？哦，不要紧啦，好不好？这郑志伟袂歹呢。你即摆即条口气个阿妈啦，足久无拉啦，你干啦安尼迄种型个啊你？唔要紧啦，你若歹势起嚟，我叫落来甲你拉。好啦，你笑诶，你笑诶，你。
当唔到来无哩。哎，你好难呢。哎，你，我唔要看你松干呢。欢迎啊，叫程亚兰好唔好？好。对对，来来，人欢迎你，你来起来，对不对？不是我晓啦。系啦，你来做女主角啦。啊，伊算男主角，啊，要甲你拉锯，你也敢拉我，古仔你。为着这部牺牲这大，不要什么牺牲，不要讲牺牲啦，再讲牺牲呢，伊也唔是有带戏了啊，你有啊，对不对？伊也唔是带黑姑啊，拉人哪有对吧？演艺圈难得的一个奇才。不是啊，但是你两人身高有差较济淡薄。那给我提议啊，老板，提议啊，老板。你都唔知影讲我江湖上有一个外号的。哈，我叫大鸡头啊呢。哎呀，你哪看买来？你徛起，徛起，徛啦，徛啦。不要，啊，他讲出就是话啊，你是。我讲，其实哦，咱来尊重亚兰姐，但是我顾及到观众的感受，感受观众的感受，那希望我拉，我就一定拉。你哪讲卖拉，我就卖拉，希望啦。你啦！大家讲，我看你别，别使！我讲你安尼，你安尼哪来对？对啦，你是台湾的，用讲这起卡客上好的呢，造一块真正好友安尼吼，好伊个动作看林志玲，嗯，啊你这个动作看那什么会？阿爸讲袂错啊。我唔写就歹形容，唔知要唱啥物话呢？你咧笑真正后生酒呀呢？啊，你搁搞鬼啦？你听到酒，你听到酒，你都唔敢？对啊。好啦，既然无啦，好啦，我等头毛好啦。其实我真正假啦。你假？啦。哦，伊是硬的呢。你是假？我真的啦。啊，你袂唔说真呢？你来我就欢喜啊。对不对哈？对对，来来来，搁唱一段啊！你都要做歌，先搁唱一段。独唱的啦，好啦，我坚持爱合唱啦。我坚持爱。你敢一定爱叫你坚持？是诶，真主诶，咱讲一下，咱好朋友，咱卖恭维相杀，因为你都来啊，我用地哦，你啉。而且你有江国斌哦，好好啊，甲唱哦。你报喜啊，朱大哥杀掉你啊，你两个真正。咱报喜啦。咱讲实在吼，遐两三个耳机上讲，遐会当唱啊。你讲的，啊不是我讲的，你讲的，你袂使讲你有人气，你就讲我无。对啊，要拿马来拿这种，看你拿。哦，你这摆是咩阿明拿阿明啦？安尼好啦好啦，哦，安尼你的嘴齿有水的，今袂遐落落的咩？你若落个哦，伊倒吞电视呢？哈？阮拢的啦，阮拢的有人气的哦。林某嘞，林某来无啦？林，哎呀，你妈莫安尼，人家抱在边啊！哎，你拢点点呢？马紧哦！你当作这是舞厅啊，学校，这是补习班。我老师呢？哦，我今仔日头一天来，所以恁这唔捌我。我当作恁歌舞团的。姐二，姐姐姐回啊！不要卖恩贵老师。爹。是人啊，猪母，准猪的猪母嘛无讲这就行呢。你是啥啦？迄人困着，你莫来讲叫好不？我老师呢？你老姑？你老师？老师啊！我伫这间学校这久，我哪唔捌看过你？哦，你，我恁这间的老师，
因某生囝，你去甲斗生。因某五十几岁啊，搁生囝。嘿啊，啊，着老来得子。哦，你知唔知？阿姨叫我来代课。哦，你是老师哦。哎，老师好。哎，对，坐好，坐好，哎。喂，这是学校，你要困，等你出去困，等你困。谢谢老师。阿兰啊，阿你是要去倒啦？我要等你困啦。我先要等。困老师叫我等你困啊！无啦，继续。讲我伫咧上教室，免去困啊！哎呀呀，我呀，哎呦，老师。欧巴桑，不是欧巴桑。你昨天阿舅叫等。是你，你啦，我因同学啦。大家好，大家好，老师，你听我讲啦，那伊足可怜的呢，因家吼哦负担足重的，规家伙啊生活拢靠伊呢，伊一天爱做24点钟了，就是讲伊是恁祖囝，无啦，唔是，阮两个是同学啦。老师，你莫讲笑啦。来，安尼，你的环境我再来，坐好，可怜的啦，坐好，你爱互伊读啦，啊，你有来坐好啦。老师，那我自我介绍，因为我嘛是吼，啊，做在世早死哦，死去栽培，啊，足无简单，最近去搞到一个阿多啊，理查吉尔。哦。啊，我想讲哦，册若读无惯，拢甲伊无法度沟通，阮两个敢一日到晚 ，I love you, you love me, kiss me， 安尼无意思。我想讲吼，要读个较悬的，看会当讲较深的未。啊！捌甲阮理查基尔讲较有话啦。理查基尔是恁男朋友。我男朋友啦。哦，啊，理查基尔目睭是看汤面。无啦，伊都爱阮爱即型的，讲安尼靠吧。我个人来讲，讲台湾人无讲。我听到伊讲话，我就拢会精神。你听到理查基尔，你就精神啦。精神啊！老师他很会读书呢。好嘞，好，通过，接，谢谢啦。对了，他奇怪嘞呢。Thank you。好，还 Thank you 嘞。来，安内讲一个。来呀。Hello everybody。Hello。你那讲什么 ？Hello， 别我。无啦。啊，不是。老师，伊唔是你家你妈啦。I'm exchange student. My name is Margarita. I'm coming from Belarus, and I'm come to this beautiful place called Taiwan to study Taiwanese language. 阿婆啊！阿林伯今仔去食辣啦！我做戏做三四十年，也唔系去当着做老师，头一摆卡去外国个来哦。哎呦，老师！这你别烦恼啦，拄只伊讲遐个，我拢听有啦。啊，讲啥？我替伊甲你翻译啦。伊拄仔就讲吼，伊叫做玛格丽特啦，对无？玛格丽特。嘿啦，啊，伊讲吼，伊读个，伊伫外国读迄间学校叫做美比威森斯库啦。美比威森国库哦。我阁个问看伊要阁讲啥？啊，我就是葫芦王。啥物？你叫伊哦？这啥物用酒洗葫芦王？无啦，我是要问讲，伊要阁讲。我就是。好啦，我会讲中文。哦。我是交换学生，我的中文还可以的。我是来到这里学台语，你们的母语。好，没有台语。哇，是。那你就找对人啦。真的吗？台语最棒的。哦，太好，谢谢你，谢谢。去看 place。啊。Sorry 啦。Don't worry. 好鸟喂。教那个台语对不对？对。那你放心，大家注意看啊，这真简单，尤其是恁啊，恁拢爱学。谁啊？哟。哦，老师你要写字哦。哎，我写了袂歹呢。这个叫什么？我知道。你讲。斑马。哎，对，斑马是国语。国语。斑马。斑马台语叫什么？你知道吗？我知道。来，你讲。欧北北。欧北北，哎，对，这个叫欧北北哈。来，哦，过来，哦。安
了的，我敢那在导游无在看，你第一个才水哦。长颈鹿，长颈鹿的台语叫做啥物？我知道，我知道，我知。哦，林明举手，来，我巴桑你讲，喊啥物个？长颈鹿，长颈鹿。哎，到中风才会长颈鹿啦。台语今仔日我来遮福气，我介绍伊听，这是麒麟鹿。麒麟，哎，知唔知？麒麟。哦，啊，麒麟我不要写吼，太深吼。这摆来还阁有吼，这。哎，啊，鹅是安怎写？我看。企鹅，我知我知。台语叫什么话？我知。哎，你再讲。企鹅。企鹅。啊你吼你讲，什么鹅？企鹅。企鹅。企鹅，台语叫企鹅。你是鹅，我直接翻过。你什么学校毕业的？你三年无大学。哇，和我无同，我二点波，咱两个拢加一波。伊讲的对，叫做企鹅。企鹅。哎，好，我们年纪都太小了啦，我们都不知道，爱老灰来乖啊。对对对，你来台湾，你决定要学习，不然你这阿斗啊，你目睭落落。是。我今日看无，哈。是。这个叫什么？熟。熟哈。嗯。熟台语。唔知，台语叫做唔知。阿姨就是要来学台语啊。这叫做手骨。手骨。哎，手骨。手骨。因为你这手啊有骨。有骨。有骨，安尼知吼。老师，你的小名呀？啥名位？你的小名呀？那阿你讲说啦。你拢讲讲，我食这段的阿不忘就下毒啊。阿你啊，查甫的无识西，阿你。叫做乌白翁，乌白翁，系乌白翁，系对，乌白翁，乌白翁，乌白翁，啊对对对对对对，是乌黑啊，乌白翁，啊，今日来到台湾，终于就有事呢，哎哈，你听无？我来啊，我这个再拿开，老师你，哦，来拿开，哦，啊，你脚拿在放在这里，听那个叫翘棍，翘棍，看到没有？棍闹掉。苦难中，你安尼敢闹中风呢？无行了，就迄个咧。不行，啊，老师，不行，不行，老师，老师，你去拄着老师。老师，你来干干，干干。什么话？你给他教，我脚漏掉。我就把老师煮书了。我教给你看。对。也脚漏掉。脚漏掉。也脚漏掉。老师，老师，我要讲，我要讲，我自己也要讲。脚漏掉爱翘骨，我知，这我知。无啊，你买先去看一下老师的。免看，免看，这我知你继续个教。哎，你继续。你啊，下课啦！下课啦！好棒啊！嗨，我们都可以下课了吧？下课了，下课。大家拢会当下课哈。啊。诶，有叫什么名？嗯 ，Margarita。Margarita。Margarita。嘿，看嘛。Margarita。看嘛。怎？老师，老师。来去我的。办公室，嘿，办公室，办过会啊，办过会啊，嘿嘿嘿嘿，办过会，办过会，办过会，等等，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老师叫不上来，是啊，以我来讲吼，这外国人，哎，啊，伊来这台湾，伊也唔知影利害关系，啊，我拖入来房间内面，啊，慢慢啊教教，哦，安尼，嘿嘿嘿，老师你叫啥名？哎，我叫诸葛亮啊，来啊，甲你叫诸葛亮啊，你也起来，来，哎，恁拢学生呢，我老师在抓啥物货？啥物甲你学生？我阮几岁啊，搁咧做学生？即个几岁啊，你当作真正？
过会读册哦，老甲袂背土豆啊，搁。啊，无伊是啥物话？阮教改组诶。陈亚兰督察，你啥物查？我组长。你组长？教改组的组长。组长。你督察。我督察。今天嘛是。我是忘了我哪一组，可是我跟他们一起的。而且他是柔道，跆拳道，哎，你来这骗财骗色对吧？无啦，我唔是我替人来学做代班的啦。相公诶，我已经查到一清二楚啊！你对迄边班一直骗骗骗骗到阮这班来，所以阮三个即个高中大班要来你这地哥。啊，我是啊。好久不见！对呀，对呀。嗨，亚兰 ，Hello。嘛，这恁福气，有通搁听到黄文玲唱歌给恁听，福气太久无唱啊。对啊，这块歌拢 NT 较济。嘿啦，这块歌搁特别劲诶。无，我看伊做伊拢做妈妈。做欧巴桑。因为嘛是妈妈啦，无要紧啦。嘿啦，无你虽然是生过啊，我知影生两个啊。生两个。是嘛，无红啦吼。今晚无红啦吼，你要介绍？好啦，我介绍。你唔好叫伊介绍啦。我要介绍就我带来就好啊，你介绍。人讲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爱想看伊什么款的身份，你得唱这条歌送伊啊。你可要叫伊介绍？这怎样计较输赢？输赢唔好伫个面头前讲。你要讲啊，人迄是歌词。下的人的歌词含这都无同，我即摆是讲方文琳，我是对于查囡仔开始甲看，真是的，哦，迄阵真正足水，即摆好水哦，即摆较可惜，嘿，即摆是女人味，查某人味较重，无人在甲叹，所以才会做。人以前嘛是玉女歌手，你即摆咧甲讲叹，伊台湾的伊那玉女的，玉露啦。哦，你玉露哦，哎呀，他早拢是说公会上面玉女歌手，玉是迄个欲望的玉呢，我今晚是欲望的欲，欲求不满的欲。哎，伊来到咱家真欢喜，啊，看到我，看到你，真欢喜耶，有熟识，爱唱歌就唱歌，哦，伊会感觉你也够爱唱啦。足久无唱，其实我足紧张的啦，因为足久无唱。十外年无唱啊吼！哎，你以前做秀，敢捌有朱大哥访问过？捌啦，捌啦，捌啦！哦，迄阵，迄阵较无遐活泼啦。迄阵打出来时阵啊，伊避暑，拢隔一地。穿安尼，公主裙。啊，即摆生两个啊，都拢又在啦。即摆是要来讲伊生囝的代志啊？我唔是啦，爱就来遮个捧场，对唔对？啊，我知影伊要来广告啦，哦，讲做主家的哦。哦，其实内底吼，小等伊若讲，你听你就知影。好，再再再再。先请咱女主角出来。对对对对，好好。来欢迎李千娜、张勋杰，朱大哥好，亚兰姐好。大哥好。男生站过我这边。哎，朱大哥比较不喜欢男生，不然他只有问两句就叫你们走了。安尼哦。外人诶，安尼哦。你若对头一集拢在看，恁就知影。连戴卡诶，屋里上伊嘛较无介意，拢爱穿上这款诶，好无？伊今仔特别第一点来引你的注意的呢，啊！你连甲讲者拢无爱甲讲，伊当然也无靠我随在你。啊！你是你做关系咪？啊，无奈用啊呢。特别来你有看嘛？为什？哦，哎呦，你叫我亚兰姐，我怎么倒退三步？感冒，感冒。哦，本来要来唱歌，本来要唱歌，所以才拜托做伊唱。啊，我嘛感冒啊。啊！你也感冒呢？嘿，我嘛感冒。啊！你那公公尾也唔要叫我唱。哎，啊！有人要听卖英语哦。啊！啊！伊你又做？我无感冒。哎，啊！你无感冒。人叫调工，你好出啥啦？啊！张勋杰。张勋杰。我无感冒。啊！你是演妈妈？我演妈妈，我演贵妇呢。这摆角色都无同款啦，变贵妇。对。啊！因两个，什么讲咧？什么偶像剧？这根本就是吼，足奇怪。专门在演炒饭的啦，啊是，不是啦，是因暗时啊十二点半在放的。我是讲伊自细汉就看伊老爸老母在炒饭，所以大汉了呢，伊就真想要炒饭，安尼。
所以我介意，我介意炒饭。我学袂晓，叫伊教我教。啊，你即阵正经？拍连续剧真正炒饭哦。真正啦，真正是咧学炒饭啦。可能即出戏内面炒饭足好食啦，就是炒饭生意才会好啦。所以恁家咧学炒饭啦。我嘛是咧讲遐，无你想啥？哎，炒饭就对。我哪有啥想啥？我是咧解说剧情啊。因为咱有当时啊，拢吃着阿妈的手工啊、手露菜啊，哦啊，咱即摆囡仔就敢那怀旧同款，哦，就是讲啊，饮水思源，哦啊，甲老一辈的物件传落来，意思是安尼啦。啊，要炒饭进前爱先烧金啦，听讲伊两个吼，我恐怖的咩？要烧金进前吼，哎，我来炒饭进前烧烧金。我有听，伊两个拢好金噶，对啊，讲对半暝啊，金甲天光啦，伫个公车顶头哦。阿姨吃迄个蒜头的咸酥鸡，啊，这个吃臭豆腐，安尼有香无？安尼你两个是不是那姐妹对？本来想说我还去刷牙，想说那个是礼貌，结果他就给我吃咸酥鸡，他说好，你要咸酥鸡没关系，我就来吃臭豆腐，这样就输了。哦，伊先走去吃蒜头啦，啊，伊鼻就噎着啦，伊才走去吃做臭豆腐，甲臭死啦，安尼就对啦。那恁是咧浸蒜头还是咧浸臭豆腐？你看我什么意思？我听你讲故事啊。对啊，你爱看你目睭无同的你。缘投啦。你唔忙后摆咧，真正食臭豆腐来对付我呢。哎，你甲你呛声，你听有无？我听。你甲你暗示啊。哦啊，你的戏人足爱看。多谢多谢。哦，真难讲实在，恁两个较少年，爱跟你学。嗯，他演戏真的好，真的真的，尤其演的中年呐，演的女主角的老母啦，男主角的老母，哦，演了足好的，哈。新娘这个人啊，我已经答应阮老爸要做伊的查某囝，好好啊乖乖回来过这个面打生活。哦，啊，恁老爸拢莫对我，啊，恁若个人吼，殊荣刚相，去嫁人生囝。嘘，恁老爸来，紧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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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阿兰啊，啊，袂歹，你这个倒转来呢，一切都放下，对不对？重新做人，爱会记得哦。咱这算生理场，不管发生什么代志，哦，脾气唔通我夹起来，知无？爸，我知影啦，我会做你的乖查某囝。安尼就对啊，去洗碗。洗碗，好。你是咧做路途机咪？无看大你安尼行，阮就对你安尼行。我兄弟，我兄弟，我行就是安尼。兄弟拢爱有姿势，对唔对？喂，我哎，啊，治疗那还离开，无乖。弟大，啊，你个来啊？嘿，我来你就知。你拄仔雄雄拼出来，我想我生命是够夹百家将咧。我来，我要收保护费。哈？要我收保护费？哎呦！哎，老大，你嘛拜托嘞，张下死我娘了！你给我印一款话。病！真正的病了！哎，病病！恁爸叫你才要病，病是叫你冰店的病呢。病，我来。大拢变过来啊！安尼会使袂？
你今麦是出来甲斗修打面？哎，啊！我打出来做生意的，你伫外边甲修打在啥？啊，无甲做啦。好了，我的个性你知哦，退落来。哦。我来修补的意思，你知哦？我知了，我知。我现在还袂学着。就在我的面前，我就奇怪，我伊安奈无伊。哎，剁剁，切出来吃。哦，是，很上好诶。哎，恁要给你传来吼。恁做兄弟，恁安尼做袂通，你对我。我对你啊。食饭恁免烦恼。是。知唔知？那剁来请用啊。来。嗯，好啦。我兄弟人，我配豆干。啊，配海菜啊！啊，你搁甲恁爸切乌链，啊，恁爸为着食乌链，阮大个上切食乌链，你哪会使切种物件？无，我咧讲话，恁是咧大声啥？收起！用看恁爸喜欢食的物件无？无，大个。看恁要食啥，你甲我讲啦，我拢传来互你食。哎呀，你个大班呢，要食啥拢有。啊，你老大个咩？好，恁爸要食龙虾，现钓的，现钓的。你今仔钓无起来，恁爸规打变过。好啦，大个卖手机吼。我随来钓你。好来，哎，拍水。我见。这敢有通啊钓？阿爸处理到。好来。很老的吼，你钓啊，嘿，哦，你捏两下底啊？嘛恁对来，啊你性命要无，你好大胆你。对，很老的，你看麦，过咧丢咧，好溜溜丢咧，你有尊重我得。有。就兄弟爱食凉的，靠我这个板，这会歹，我太歹，这真的。有胖无？好食哦，对，有好个无？恁家的龙虾解球龙的吼？哇，啥物咧球龙的？啊，即卖龙虾拢真软壳的，真软壳的啦。四位，安怎啦？当作恁白烧的，好龙虾你有在两钓？有啊，你拢有法度？啥物拢有法度？我要食心脏。吃心蛋，做兄弟爱像我安尼，一摆一套我都掠心来，掠无，了处理。哎，我来钓你啊！哦，拍起拍起，天用钓的，无啦，山顶是用掠的啦，平地是要用钓的，你知不知？嘿啦，来。就是啊，你的面来显面显面，嘿，我你还袂记啊，好，还袂记啊，对，来，要爱啥物拢有，哎，多只迄只都无只大只，伊的心脏那只大只，无啦，迄流的发红，伊肿起来哩，发红哦，嘿啦，迄心流落的发红，伊的听肿起来哩咧。啊，这是啥物货？这咸蛋有大粒无？啊，咸蛋那用？对。啊！
哎呀，临时无得找你，阿罗。你这有这低蛋的？啊，这是阮阿妈的头毛长，古早时代这细只细低蛋呢。你当作恁袂晓的？啊，这是啥物货？银货，银货，嘿。但是恁袂变变球，会变变球哦。迄银蛋啊，银酱，银酱啊，嘿，真正的吗？有影啦，青的啦，嘿。哎呦，来点那白白。恁爸唔捌看形象用鸡卵糕做，来，好，啉啉啉，对，来，啉啉酒哈，啉这哈，爱有查某陪伴，啊，昏迷的，哦，叫一下昏迷的来，叫叫昏迷，哎，长头毛，短头毛的，拢好啦，拢好，拢好，两个拢好，昏麻痹啊，来来来，我，哎呀，行。啊，嘿嘿嘿嘿，嘿袂歹，无啦，我快讲，我快讲，这个叫做越南用，什么越南用？越南的还是菲律宾的？嘿，我查某囝啦，哈？这恁查某囝？我查某囝啊，叫谁来接待？无啦，就无啦，这没来晒啦，我来啊。嫁接待，好了，慢快点啦，妈。我找不见面，哈哈。不要紧啦。冇发脾气。我知。人客为重，咱应人客要求，咱做生意人。我别当发脾气哦。我知。你有答应我哦，啊。对。未歹呢。我来家，我跟你讲，我唔捌看你。你还叫水怪，老爸唔你袂，安尼你来，你来上班底吼。我用好啦。好好，安尼好。这，好，等一下，多一只，多一只，多一只。嘿，陪我啉，啉的，我带你出。安尼哦。带你出，我甲你带出场。哦。你做面谈，要做到当时，对我，对我。白讲了你啦，安尼，陪你啉，你就变啉啊，我啉就好啊。无啦，哎。阿伟，欺骗你！对，要搁啉无？要搁打五杯无？五杯？好，来，我来讲化棍。化棍？哎，化棍，无啦，我做不起袂响啦，你嘿，走，我要跟你下落呀！我处理啊，买啦。对，阿边啦化。换啦！我输的人穿衫。哈！对，天哪，有意思！你叫查某囡仔穿衫，妈呀！好，你画。对，你该解脱他。赶紧别给他找不过。是啊，恁爸断了，断了我跟伊断着买当棍。你发家仔，我未生啊，无你这边学白来你。来，发较简单的较紧呐，烫较紧呐。哦，我两领尔，烫较紧来。啊，查某囝，你来干哪拼这赌啦？迄真的酒我啉落会光光。哎呦，无，我查某囝两领尔，金龙甲伊啊。我以后我就叫你丈人爸，阿你好，岳父大人，你要赢呢？都唔知赢，无个我输的。自己那到今末我唔捌看过呢，你有咩？你熟悉有哪足久啊？我拢看了两双手，哈是哦，拢唔捌看着，哈，啊歌戏拢爆掉的，对，气场呢？哎，我白龙，白龙，我保证会输哦。你拢剪刀石头布，不敢讲一杯正的，我讲错了。我平着我唔敢食，因为这我拢讲的，这广告我拍，我怎样？你来见就知了。我规个面拢红起，红起，我讲酒醉失心甲主人。好啦，来剪刀石头布，我来火力的吹哈。好，来。剪刀石头布，输的烫钱了，
查某囝，你真是要疼哦！我两领尔，搁一领也袂紧。等电话你无等下面了。你讲恁袂平足忝，你拢烫衫，你烫皮带。你讲一领，你也不讲一领衫，还是一条裤，还是你一条皮带。大爷讲，我咁讲安尼。你讲安尼冇道理，安尼嘛算一领。来，过来，过来，来。因老爸讲的，两领尔。等下。啊！你愈来愈戆，你是赢人阿伯啦！好来，剪刀石头布。上衣脱掉，脱掉，上衣脱。一摆烫两领，小伤。小伤啊！哎，无偏烫鞋啊呢？你身躯有诶，就会当烫啊。好安尼啊！你做到无讲未当烫鞋啊？你点点？我教阮某诶代志，你点点？对。你阿娘，不是拜二拜二啊，我不要紧。我未紧，我嘛唔知我要出啥。对对，拄则是白讲，你爱出加刀啦。哦，我出加刀，加刀才对啦。哦，你哦。来来，剪刀石头布，剪刀。哎，你这摆有偷食无？有要惊死你知不知？两年尔了，即摆重点，好，好，对嘛，即摆重点换人用嘛，对无？对嘛，阮足大班的，烫衫就烫衫，来，对不对？来，剪刀石头布。我跟你说哦，我真正疼，但是你俩输你哦，你等下要出场的你要注意哦。安尼那有啥物事，对不对？我常常的三分乱嘛是安尼，哎，查某囝，嘿，等你讲赢吼，咱就当看到滴尾流。我爱讲这是怎么无叫白鱼在做啊？你爱注意哈，你唔通当作特事嘅，啊就问嘅哈。你有时要哪样？我爱讲我是真正三疼夸疼啊，哦，对不对哈？喂，对不对？可我一定落来者。对。你袂去抓着哦，买一条好，有够灵。我来剪刀石头，嘿！外套脱掉，脱掉，外套脱掉，上衣脱掉，脱掉，上衣脱掉，统统脱掉，脱掉，脱掉，脱掉。Ben， 啊 Ben， 大方诶，你怎来穿？我目就上我，你目睭紧哦，点要看咧？我甲你讲，全省两个人我毋捌看过，一个杨丽花，一个就是伊。恁爸一个要先看。我诶，爹，我毋是较早咧，我是要先看了。跳几摆，跳几摆。怎么惊？你干嘛？绝对你若无惊死，我随在你。我身材有够好诶，有够辣。来，我你行咧。有车，有车啊！来啊！
看大尾无？这女神娘啦，传说中的女神娘啦。这我唔知你做女神娘。谢，女神娘换你做啊？因什么换我做？我本来女神娘啊。我唔知，谢。外公，我伫这所在的讨一口饭吃啦。嘿呀，较大诶。好。那惊着就好。嘿。今麦咧收什么保护费？无，我唔是收保护费。我是来遮含伊画一个啊，讲厝边头尾，对不对？拄只食两下，阿个嫌啊咧，要食香无啦？我来钓啦。卖安尼啦，卖安尼，我做早是安尼，祖囝就是女神娘啊。卖安尼，欺人太甚，知影就好。等下，恁两个什么人要火锅的？快过来我这边。哦，哎，有机会咧，今我早都想要加入女神娘。我看你，看你足久袂爽啊！你讲平常时啊，甲人嫌我两个戆，嫌我两个无路用，今日就拖屎啊你！你啊，再讲巴头，你叫我伫裤脚练呐。上苦至极的，就是你欺负阮老爸，你即马甲穿起来来家，改条内裤。你走来，你走啦！我跟你讲，连姜嘛免姜来啊，裤脚脱起来。恁翁伫遐等你，给你。祝阿伯好，这边祝阿伯，亚兰姐好。你归去煮地瓜汤来啉，祝阿伯。无猜我对恁两个这好，为着恁来，我走去摸这尊呢。哎呦，无因为阮兜住好大主管啊，看到弟做熟识，个感觉。阿伯，欸，你敢那穿起啊？哦，因老母叫马秋英啊。拍麻将地主官乡第一名，你应该拍麻将了对啦。较早前过乡拢拍300斤啊，尔。几年前？三银啊，迄伊还袂做歌星的时阵，啊，等到孙叔妹迄歌星起来做歌星，好都不，我迄个见到5000的啊。我爸爸为卡达车换到 BMW 的。哦，一家伙拢靠你呢，蛮友好啦，好处啦哈。孙叔妹较早有一间赚到钱啦，伊较早甲一间公司赚偌济咧。拍伊已经对啊，甲你拍，伊计就赚偌济个。那边安尼讲，你是做先呢？你较早赚，啊，我是较后边。我算恁祖先，你今仔是回来，你今仔回来陪王的面，那也叫祖先。你较早啦，讲鼻祖啦，鼻祖创始者。哎呀，讲好好啦，什么我恁祖先，恁老爸有哪阮港祖公啊的面？阮老爸哦，港祖公伊唔姓猪呢。伊嘛不是姓，你本姓咁姓猪哦。我感觉安如生，因为我看到你，敢看到阮爸爸。哦，你爸爸成绩型的哦，嘿，伊嘛就缘投，杨哥伊无留这个头，有甲你学落啦，讲你缘投啊。啊，伊叫我甲你讲，伊讲吼，伊即届哩，伊讲你出国深造吼是渔牧业嘛吼，伊讲有一届吼，你伫阮庄迄附近咧钓鱼啊，啊伊看到你吼去阮庄遐吼，老人开拖甲堆拖拉机，诶车啊要去甲你看，结果去敢那看到鱼啊，无看到你，因为你走去啊。你意思我恁弟弟啊嘞？我的意思，人高起来是鱼也无高着我。我的意思是讲，阮爸爸看到你，啊老人要看你，结果你无去。哦，以前我咧流行钓鱼啊啦，啊伊可能是我伫万中港钓啦。万中港钓啊？嘿啦，万中港迄附迄多油厂隔壁嘛，啊万中港的隔壁遐，我伫遐钓啦。钓啊，钓啊。啊阿伯佫戴口罩，佫戴墨镜啊，啊嘛是佫认得出来。哎呦。哎，准你都好去讲啊，对吧？你这弄完了，拢用这姿势跟我讲话。啊，哦，我本来是要来报仇的。你来，我是什么？是恁某我安怎过？啊，我袂记，不是要报仇什么？不也知影是你，我才把心肝放较软嘞。什么代志啦？你咪紧讲。嗯，伊讲到我。对啊，佮佮要陪你行起。我准备要走迄条线啊。我甲你讲，那我甲你讲，你本来应该嘛知嘛。就知系啥物话？这都本来是我甲飞哥的地盘。哦，
大哥大啦，大哥大，大哥大，伊家儿做张伟的电脑主持。你当初我对。恁的主持跟我有什么关系？无啊。恁的主持，我阵咧出国深造的。对啊，但是阮的主持本来。阮伫遮，我对飞哥你做本来好好啊。嗯嗯，系啊。诶，照你看，你袂出去香港受伤，可能你哦。你哦。哎呦，娜娜，姐姐，吼，这个我看。对啊，姐姐，啊，是。哎呦，你唔叫水，那你不用笑脸起来哈。我来做欢喜来上你的节目。对啊。你的节目来做了有够好。啊，什么会？啊，不是我的节目啦。系啊，安尼啊。我拢在看你的节目。不是啦。啊吼，你的节目。姐，你安尼讲，我就歹势啊你。对啦。嘿啦，这个节目若无我，真正也是无法度生存。啊，有影，这个话有影。真正，大家拢嘛安尼讲。大家拢是要来看你。是啊是啊，你今日嘛是为我来的嘛。啊，当然是为着你来啊。我有够感动的啦。真的吼。真的。这样子，哎呦！好，阿兰，你这部是跟咱家里姐主持嘛？我是有够好，不是对啊，我们是跟我家里姐主持，实在有影吼。对，你嘛是安尼感觉。都是咩？有你这个天后，结果你怎么？你哪会我无钱人啊？朱大哥，我爱讲哦，就我爱欠人，你爱借我可以。啊，你今仔是来这上节目？你是来做我特别来宾？你是江文小妹？哎，是啦是啦。哦，江叔啦，你姊妹拢阿妈足好呢。最好玩你姐姐。啊！你今仔对我这个态度安尼就无理，你又对我下面，你对我下面好，你拢来看伊。啊！我真是无路用的人安尼哦。啊！这是你主持的哦。哎！啊！无你当作我这我咧主控的哦。拍谁？我唔知啊！这是你主持的。你今仔只，哦，恁今仔是主持人甲主持人，大家小当得互相。你这还出无礼貌的呢？什么无礼貌？你来，恁两个一直讲，我无人啊，我当然。找阮老母去演呢，无我咩也唔想讲啊。唔是，你爱去摆一个。你看伊面。啥物摆者？这恁叔父呢？这阮叔父。啥物关系？伊说你有病。叔父对啦。啥物啦？这个七岁就走路啊呢？喂喂喂！哇呢？当时七岁走路，你是你？伊我知影。伊是因老爸一家境，因老爸做布地，因的家境我常知，因老爸是去共做布。人家这是有情有义的走。诶，去共当因啊，啊，从啊开始，人从啊要找因，啊半暝啊从啊用一台号做六个尾啊，迄个做三轮车，破破的啊，啊从啊再走。对啊，迄就是迄走啊，这算公营走，对，啊，走公营啊，有哦，啊，这恁老爸有情有义啊，我是救我做遐猪头呢，我嘛是公营呢，对，普度众生就对啦，卖丢啦，哦，我唔知咧啦，我唔知你主持，你又无甲我讲，我哪知我计是出下难主持，拄食的迄个才在甲我问尔咧，问讲奇怪，恁姊妹啊几岁啊，哪会还阁遮水，讲是对美容的伊要去啊。拍摄我完全做人心善，心善变得猪逼的水，对啊，这点较水，一定爱修行。我有咧修行啦，是做电影明星的款呢，对啊，做电影明星，两道来无，来欢迎两道，最后个也无只靠的有机会，甲我倒一下，拜托。你若真无要甲我做，无你嘛拜托你甲 A 片我男主角。哎呦喂呀！我红掠着一针。我咧倒起啊！梁导好。好，在。即讲你还没结婚，那讲有生三个组件。哎，对。三个功夫演了有够赞。今日冇来。能录来吼？来，欢迎来哦。这嘛拢阿伯平台女主角呢。这大人，这大人，啊，这第二个。哦，这啊，这第三。这亮亮啊，戏内底有床戏，啊，才生这三个。有床戏，我看了剧本说跟梁导有床戏，哎呦，我偷笑了，我说好做害羞。开始幻想嘛，好开始幻想啊，我床戏是变成 N， 哎呦，跟偶像演床戏，结果去个现场说两个坐在床上讲话，我这床戏想太多。你有没有跟他讲？你说演导哎。你如果要嫁给朱大哥，排在第十三部卡车以后的他之后，找三代拖拉苦拢整起来了，拢阿妈给的，你知道吗？有这偌好诶，迄个砖头照扁索才照有。我来讲实在，你无你诶到时，你会当路边。你都唔捌诶。哎呦，做人就爱开了，我住迄阵开始，我对因拢做好，我对我的观众拢做好。哦，去到因的砖头变数，老电卡，
较清气，就搁拖去楼顶。好，安尼啊，我搁兼兄弟啊，今天送下安尼。哎呀，足好诶，我讲啊，你若时间到，若无我讲，你等外口好，一股拖咧，迄香水飞来。哎、欸，伊讲啊，足写实嘞！朱大哥，你实在是哦，我就是做人袂歹，所以我做过深做十外年，拢伫庄卡伫庙，世界只有变数，所以大家拢放过了对吧？拢无人知。用遐大声，我喘一个，变来关卡细崩的啦。头家无伫的，这间厝我咧住。我跟你讲，豪宅吼，拢是请的人咧住的尔啦，头家拢嘛无咧住。欸、我咧拼厝内呢，啊恁招规阵入来才创啥？你当作阮才公园哦、喔？这拢是我朋友呢，你较歹托嘞，我技术煞足贵的呢。恁朋友就带转去恁家跳，这阮当的刀。今麦我咧做主的。恁当的是我的男朋友，我带我的朋友来家耍，有啥物袂用呢？当然嘛袂用诶，当的无伫的我咧管的啦。那今扫掉就走啦，走啦，走啦。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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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爱人用扫帚头，甲你扶你这边走。哎呦喂呀！哎呦，什么？好漂亮的小姐！哎呦，你穿这套衣服，你看后面脏了，这样不适合。你先冲下来！我这衫足贵的呢，你搞用歹去，是要安怎赔啊？哈？是咧偌贵啦，赔都连咩吧咧赔。好啊，好啊，好啊！我足喙焦呢。足喙焦。哎呀，你唔知我。喙焦，你就去饮料店啉吗？我来这，你唔知影我要啉啥哟？我知啦，你普通拢啊点玫瑰花茶。有啊。配你的气质，配你的衫，配你的腮红，佮配你的胭脂，对吧？啊，你佮徛伫遮是要创啥啦？啊、花店若无开，我是要那杯玫瑰花茶。没有。我不爱佮你计较，去到我规身躯干，我来去泡牛奶浴。啊？要泡牛奶浴哦？行对阿去哦。拽什么拽啊？牛奶浴上好金泡泡。老师，你回来啊！就他妈的，手举高，不要动。啊？那你你老掉石头？你袂歹哦，我家己也洗倒过哦。好啊，你干那去卡垃圾尔？阿春，阿春，你有地震我看袂出来。Come on, let's go！ 这个吼、哦，伫我家住二十多年啊。这个不是要来住，是要嫁祸，我无甲娶。安尼哦。啊。哦。原来伊在恁兜过经过这个顶厝。当初顶我拢变甲足清气啊。嗯，啊，你要看报纸，我该传咧桌仔顶啊。来来来。啊，遐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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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哎呀，我物件收收一下哈。当初顶，我搁来报告一下。好好。咱去年的获利哦，加30%，大赚钱呢。恭喜大蛋子！安尼内面的员工拢加薪，好，拢总加薪，多谢董事长，我照办。哎呦，汉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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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来啊！你就听咩的不？汉尼，就听咩，就听咩。这董事长，我厉害，厉害哟！嘿，阿我爷汉尼。哦，爷。伊会知影阮某足早就过生日啊，对唔对？哎，春节尔。汉尼，哎，那好，我甲你讲哦，你徛起讲。你个管家吼，足奇怪呢，拢甲我欺负啦，伊甲我欺负啊。财务长，你好当你敢欺负？是啦，是管家啦，伊甲我的朋友拢互我走去啊。啊，你莫惹伊啦。是安怎？你莫惹，咱两个要做伙吼，尽量互伊欢喜，无咱两个袂当做伙啊。对不对啊？只不过是一个管家呢，是安怎？我袂当你阿姨。哎，都管家对我的做头壳顶起哩啊！较早我咧做的是无啥钱，啊，管家等于间后头厝吼，
啊，就淡薄啊，我听我的钱票过关，所以咱袂使，啊，有听无啊？是是是，听啦听啦。啊，你若跟阮头家咧困，我就甲你困上钱去哩，我甲你讲。对对对，袂着，这边再说一下。哎，伊你有听无？后摆咱两个咧困，伊来甲恁困上钱的，怎么夹夹夹夹夹呢？啊，夹夹夹啊！你讲买啥物？你买物件，干你的，我嘛买好你。对嘛，我就感觉吼，这间厝收过细间啊啦，咱另外一个较大间的，你感觉哪？哦，嘛有理哦。嗯啊，什么咧有理？你请过来的吼，拢带袂掉呢，是因为安怎？你这间厝太大间诶，你莫看干头前这个厅呢，后壁搁四五十间呢，差不多拼三工才拼会完呢，安尼搁无够大间，搁要搁要加大间诶，安尼我咧讲，你若听伊话要较大间诶，我石头咯，今麦就来。哇哇，拜托！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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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啦，好啦。对啊，对啊，当时对啊，这间厝遮新，伊搁管甲遮好，嘿，有够啦。对对对，我来讲，完全。买了，后下看到一间啊，别种较水的，你买大的，咱两个要去遐大的，对不对？啊，我才买好你啊。好啦，那无吼，我去踅街的时阵啊，有看到一条香蕉花莲，足水足俗的哦。你别给我啦，那无吼，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啊，你遐规身躯拢咧，你存的酸啊，你咧听咧规珠宝行啊。我的意思是讲吼，香蕉破咧那挂咧，我就会当穿较低胸的有无？安尼好，啊，伊偌济钱啊？500万呐！嘿嘿嘿嘿，你干那一个低胸咧？500万哦？这俗的啊！哦，500万我香蕉呢？财务长啊，是公司有500万无？有啦，你逐个月拢有500万的特别使用费啊！好好，500万安尼有。对嘛，安尼就好啊吼。好嘞 ，OK。当初你要做一摆用落去。哎呀，做一摆，啊，无要慢慢来退哦。啊，啊，好啦好啦。这人哪这搞话啊？叫伊做一个代志。哎，这上面在搞话。嗯。这外债务长呢？债务长。啊！我就讲要死透咯。债务长。啊，就引导的呢。啊，他像你这款的，一定有足侪女朋友。对吧？我爱不交女朋友嘿。那有可能啊？你性格才缘投，脾气就这么好哈？不，我替你介绍好不好？你今麦是咧验身面，哈？还是咧验身体？我就讲，我就想讲哦，你的朋友来，我就替你。什么外朋友？外债务长？你听到债务长，你还去？一直懵。好了，来，你看一下，哦，已经开好啊。好。也不过即马吼，公司有一个新的规定啦，什么规定？像吼，迄钱像提起，像都爱签名，表示有摕到钱，嘿。我爱签名哦。对。你啊，你爱签名那要紧啊。嗯。签名，你签你曾婉婷。嗯。对不对？你有借贷500万，还是500块尔呢？啊，你听在？哦。对不对？你落去，咱唔只系知影讲这条钱上提起。对哦，好啦，后来人有证据讲我有钱给你，啊，不过只是你来哦，全唔使我拿的，啊，无你要拿，你要对客来拿吧，嘿，好，谢谢，董事长，安啦，我看吼，你若够耐落去吼，你连这几年的特资费拢无去，我看我先离开，你才袂伊才袂去甲伊提钱，好，我先走，我先走，好 ，OK。啊，关系歹势吼，啊，我公司有代志要无用吼，安尼我就先去公司。啊，先行先行。等等，你要去倒啊？我阁唔惊，我阁唔惊买咩呢？你要去买啥货啦？买车。就买车哈，呀，你的车三个月前我才买一台，互你使尔。哎呦，迄旧啊啦，即摆拢出新款呐。三个月前买互你的车。对啊，400多万，你暂时三个月了，迄久啊？哦，你的赛车真上中诶！阿宁啊，我就知影你无爱我。哎呀！我搁想讲哦，追！哦，紧张，刺激！哦，紧张。文强，你是我的司机呢？是。你今麦是咧叫啥物开？当诶。嘿，唔知你甲讲食到啥，歹巴肚，脑壳都变啊，袂。啊，救命！啊，多谢。哎，苦好呢，哎，我咧病呢。恁爸变数真正，这设备真歹。
含住塞灯好听诶，我别讲安尼，有啊有啊，公告这，怎么看到怎么看到司机，我就嗨呀嗨呀。什么代志啊？哎呀，啊，我要去会议啦，司机啊，当然啊，什么代志啦？大家，我跟你讲哦，我要去会议，今仔个议哦，会了足重要诶，迄关系二三十亿个哦，做生意，你紧来载我啦。哦，即马加工那当厉害啦，等下你我无法度出去，你另外退啦，手续另外退啦。啊，你的意思唔通叫我甲你塞车？歹势啦，都今仔拄着啊，哎呦。啊，无好啦，你着赶时间是要安怎？你着去退啊。哦，好好好，做啥物头家？啊，刚才无叫我去退，无都我吵死。啊，着拄只袂去叫你去退。你也看嘛，做头家啊，做好个，对无？后司机在闹赛，运这歹，啊，就爱我代开车。你好，阿尼，暗存等我。哦，我开会马上回来。麦乖乖洗香香等你哦。阿尼呗，喂，你卖啦！你迄几岁啊？要阁安尼？哎，你捌碰到这么敢的查甫人无？敢安尼叫哈尼落去，对不？得五百万摕出来，笑死人！这种叫嚣去外口叫嘛有？哎，臭鱼人哦！你什么时候叫啥？电话啊！电话你离较近，你接吧。你讲安尼，我咧拼只，我你管家啊？我管家啊？哈！我管家啊！我咧管这个家啊！我是当的女朋友，后来我是这间厝主啦。哦，别讲啦，小摆无路平的久啦，接着接着来惊啥？啥话啦？紧讲啦。嗯。哈！我头家出车祸。啊，是啊啦，你要安怎啊？小白无落票的久，我要来看阮头家。等下较细腻，来豆豆来豆豆来。等下，啊你是弄落头吐怪啊？要从啥？我安尼弄厉害，你无在无去闹赛，啊我改赛，你也看嘛，以后我拢爱夹乖啊。啊，歹势啦，闹赛就无人挑过伊，是不是？卡动在上岸被绊起来，啊，啊车弄啊一直塞一直塞，啊车冰五六年。啊！你拄则是去创啥？哪遮尼啊久啊？嘿啦，我来走去律师事务所啦。啊，去遐创啥？啊，就将一切拢登记予一个人啊。登记予啥？我要交予伊。啊？什么？哎，医生啊！他是对一个司机呢？伊唔是司机啊？伊是阮老爸吼。我唔是恁老爸啦，当初你看。我哪会讲你是阮老爸？我是讲伊啦，伊就是阮老爸少年的时阵，伫外口斗阵所生的囝。小弟啊，啊你安尼当作司机，对你真歹势。啊，就阿兄都袂行，啊以后就看你啊，吼，这员拢袂歹，吼。哦。恁阿兄就成功起，拢在人全家，吼。这拢温情人，啊，你要好好去处理。来，过去吧。好好好，我陪你哈。来，去吧。啊，你要过入去？人艰苦啊，无姨娘啊。无姨娘要做啥？无姨娘，老张才讲啥物话？懵逼哈。当处理放心啦，我以后哈，我已经全力帮助了新的当处长。弟弟，过去吧。嗯，好。当处长你。你保重吼，好啦，行吼，阿兄你放心啦，等下，我会好好对待因啦吼，真可怜，那平安呢？恭喜哦！
请当署长，你好。哎，我是陈署长。哎，今嘛老当署长将公司吼交予你啊，以后我一定请我转入来，带你斗三工。阮阿兄伤过软啊！啊，你看，弄落车行路，佫变变调，不怪公司袂趁钱，干那趁30%。我跟你讲，从今嘛开始，公司无趁钱的人，我拢甲死掉。无趁钱的人哟。哦，我看见吼，可能其实公司每只下拢赚钱呢。啊，到底你是要将什么人死透了哇？我第一个要死啊！嘿，就是你，新董事长，我是，我是公司的财务长呢。啊，公司大大细细、大细项的钱拢经过我，你要甲我死透了？就是因为钱拢你落掉的，要开钱真无方便，所以你走，死透了。好啦，我祝福你啦，吼！希望这个公司哦，会当久久长长啦。你这、这、这，安尼就可以洗头咯。新人当初恁甲我洗头咯啊！好啦，人还有志气，我来去。啊，哥，唔知我徛从哪，进去。哎！哎呦！哎，你想哪拢无得啊？哈！哎，奇怪嘛，对不？苏永林足奇怪的。是啊，你感觉咱来换一间厝，什么款？对啊，这收细间啊啦，哇，一间较大间，安尼较好啊，对不？啥咯，应该换嘛。阮听讲，唔知咧想啥。嗯。大仔，敢咪看？哦，袂呢哦，袂当换哦。啥物袂当换？因为哦，有一个人呐，伊讲哦，那是我较大间的厝，伊就要起头路呢。是谁啊？啊，就是伊啊。好，安尼我决定换。我就是要你洗头咯，你要给我洗头咯。是，我跟你讲，你讲恁大囝仔足嫩的，你足硬对吧？是。啊，我跟你讲，伊正足嫩，我足硬。洗头咯，洗头咯啦！亚夏，我跟你讲，我内底是宽行李啊，没得小摆啦。我跟你讲，哎。等一下。哎，阿娘，你来啊！来。那都出来啊！你不是在休困？阿爷，你坐。坐。安婷。哎。第一天什么人？我不识识啊。你不识识？哎，伊不是你的小弟吗？有我的小弟无唔对。系啊。但是无共老母生，你要搁承认无？承认啥？你甲伊什么关系？我甲伊无关系啊。哟。哟。哎。啊。阿爷啊。啊你狂听啊！我叫你录音的放我听。婉婷啊，你是安那咧生气笑啦？我当然嘛生气，拜托嘞，我是你的宝呢，我扫互你，迄个小弟哥我无大啦。哎，我知影，阮大兄唔那弟哥，佫会流嘴烂，这我拢知影。我伊实在太好个啊！我讲，你小林来者吼，我讲我拢安排好势啊，伊迄台车。我当我皮囊甲处理过啊，林刚我加钱巴肚疼，伊要找时我叫伊家己开，安尼就解决啦。真是的哦。真是小林来者，你佫个安大好势，真紧啦吼。Honey， 拢是伊啦，拢是伊啦，唔是我啦，拢是伊设计的啦。无彩我顶啊，安尼个你揽，拢揽假，对唔对？你阵啊知影安尼揽无意思，我就卖揽。啊卖揽，你即摆佫揽两摆。你两个就是红阿婆，对唔对？吼，我摕200万予你。哦啊！啊，你离开这所在。哦，在务长是，啊，准备200万好。哦，准备好。啊，你袂使离开。哎，曾小姐，啊，稍等一下，还佫有一件代志哦，可能嘛，啊，你来确定一下。来。什么代志啊？这是应该你签的500万啊，我知影。这个500万的这个旧条，你有看清楚无？旧条。顶个，顶个，你有亲自签名无？有啊。对啊，这就照条，你家己即马你签足侪物件拢无看清楚，这都是照条，500万，麻烦你先拿这500万，行刷了再来提钱。安尼，我是要哪行啊？我无钱呢。要行真简单，这个陈婷你会使离开。哦。我200万，吼。好。啊，你500万来当遮慢慢啊赌。